欸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要传什么？水油灯啊，上次说哇，真的要装了、哦。对啊，咱讲，你刚刚讲完，咱水供那水走，啊，这长度了，长度还蛮长的，60公分。啊，这个就简单嘞，直接把它倒起来呢。倒起，就简单。就简单。哇、哦。好啊，上次有人说水流的方向不对啦，因为人欢喜。该几时该几时？你在浪边啊？你还这样子、啊？这样不行的、喔、哦！你在浪边的呀？我管你要哪转，为这边转过一边啊，是要转过去啊？转过去。何必？咱小才在顾完哦。其实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你说，我有快递要给你。快递，我有快递。应该是你的快递。一分灯啊！水起。我们这边就马上可以试验了，来啊，我炒了哦，哇，多蓝色一下会蓝色，它好像可以变色，遥控器来啊，哦，哇，阿姨刚才在随音乐啊，火力啊，当当当，魔法，搞不好五模式啊，哦，有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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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这种变啊，这得是的，这无随音乐摇来摇去的。有啊，音乐一啊，啊你拍手。有啦，麦公位。真正有啦，无浪费啦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，会人客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。哇！哎，太好玩感谢你家，人客的要求，讲要去旅社，甲我塞牛车。哎，不错嘞，哇，没坏算嘞，有够台的。啊，咱刚才算这个算算几下。啊，这里这里，这水流到底向哪里？你无接其他看水流啊哪里？这日行灯嘛。哦，方向灯打下去就变这样，啊，方向灯跳，方向灯打，哦，它就是从线往外跑。哎、欸，但这养车是越山、嗯，我们做很多东西都会有留言说，啊，养玫瑰啊，我们分享而已，处理。都烤了对吧？加多到底嘛？哇，不一烟头泪腺这边是不是？阿哥一副勉为其难的表情。我叫你看，看还袂歹啊，我呢对不？来，我们先开单打。我们这几下有分左右，也就下嘞。啊，对啊，你看等会主外头前的话，对啊，我有一档下。侧面可以看到电灯泡一点一点，对面就没有。这些地方插来这个地方，它是防水的，人家这个有打胶，最该被造轮。好啊，交接线。师傅，你一直抓伊，迄线是你是安怎吹出来的啦？哎、欸，就刷、哦、这是原底迄个流水线的线啊。其实方向灯这里啊，哇 ，OL 就是阿叔嘛，就接这里跟接这里，没有。然后另外一条小灯，好，没有，就跟大家讲，如果说哦，你想要一发动有日行灯，你这边 ACCA 就是会拉进去接那个钥匙，钥匙只要一过电它就亮。那现在我们要方便，我们就直接跟小灯一起就好。开小灯它才亮，开上去再一，我刚刚一点不能亮，我听得懂，好不好？听得懂，我听得懂，真的假的？来，你跟观众朋友解释一次，好，刚刚的意思是什么？要日行灯常亮，嗯，就要先接进去，像那个 ACC 的，反正就打开电它就会亮。哎你如果现在要方便嘛，所以我们就跟着小灯，把小灯要开。我跟你讲，我相信你如果听得懂了，全部的观众朋友都听得懂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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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是要过 ACC 啊，要过小灯的话？过小灯的话，你只要无 ACC 啊，还是你要较少的。然后啦，干，隔壁这关过不去啦。哦。要就是拉进去啦，反正副电也要拉进去，就跟着一起拉进去了。你看，我今嘛日行灯根本无电，你们。干哪单独方针嘛？安尼会使吧？等一点来夹咪？唔知啊，我那阵安尼都自行车卖都会贵吧？我唔知啊，验车会使这吗？验车这会使贵啊？会使吧？我感觉是甲副电有哩比较较稳，反正验车就全部都不亮就对了啦，對管他的，我管他行不行的。好啦，我边倒就边尿啊！哇塞，有路厉害啊！我加方向灯而已。阿叔，那这两个要另外再接线？好，然后里面做开关了、啊，好吧？对啊，啊，我就加拢会多啊。如果是我的习惯，我会安怎哩啦？我会甲红的跟红的，较侪哦，较侪，较强了，变错。好，记得来唱歌啊，阿德啊，好了，结束了，其他的是他继续唱爽，唱到你都吹袂掉那个话。小夫，我进来，小夫，小夫快一点啊！小夫，我在哪里？小夫，他穿不过来啊，他只剩一个洞，过来比较不好过来。这个洞，对，对，上面这边，对，这个，哎、欸。
你今嘛撑没撑？你看卡歹撑啊，撑到更好撑。可是会拖拖脚嘛？不会、啊，不会。正规的应该是走室内挡火墙。那以前要走室内挡火墙啊？一般都是找这一种有没有胶套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然后这是橡胶嘛？然后挖一个洞，突破几公里，隔音隔水就被破坏掉了。要不然就是要找一些管线进去的周围，像这种有没有，去把它破坏，然后塞进去。还是要挖洞、啊？对啊，我们这种方法虽然是看起来比较粗糙，因为是防水条压着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比较不会去破坏。像我那老虎五只啊，我也是用这样进去就好，嗯、不要去挖那么深。啊、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就暂时，现在装的时候现停哦，哦好帅好帅啊，帅个一年啊没感觉，坏掉就算了。你看泰山的车，哇、哦，真够贵的，因为我一条爱接的阿叔，一条接的，哦，那个水叫阿叔，好嘞，这个接到这里，这个接到接地，它、就开关了，打开就有电，关起来就没有电，类似这样。那、你选的阿叔，哦这条啊，哦，对啊，这个螺丝就是阿叔。你这几条板来扣起来的，因为是迄个啊，冷光仪表板，仪表板，多少钱了？啊，这个白银阿妈嘞，不能接啊，是该盖一卡。哇，你讲的有多粗接多粗，困较济就对了。啊，你套位啊，几号？十号。师傅几号？十号。师傅十号来啊。哦，假设你也套来，买只困在螺丝的，啊，我个板动就是讲恁接袂到啊。啊，你是用？我板动的。如果捆在螺丝上面，你不能转太紧啊。你转得去啊，这无这线底一直塞，一直塞，一直塞，嘿，一直塞，一直塞。不会停的对吧？挂嘞，被清气管。清气管。好，它现在已经转红火了，它前面是不亮的。这开关如果开下去，没有亮。嗯。来，开。成功了。好亮了。啊，打方灯。好，换边。OK。打方灯来了。双黄灯，哦，两边会一直一起闪，那么长哎，双黄灯变短，变短。好，那现在验车模式，我现在把关掉，没车。验车模式，喵啊，敢喵我啊！来啊，来，你要挂牌啊！哎，变警察了，打开，不不，哎，警察来了，哎，关掉，来就这样，来不啊？这个是那个永远不会坏的，对啊，因为它以前就高派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它是烂东西，它是开引擎盖用钥匙，里面那个断掉打不开，永远打不开，还要花四五千块，对，还要留车，对，要用挖的，然后把它换掉。然后第二个哈、哦，跟大家分享，有时候像这种线有没有？嗯，在走啊，一定要离冷排水箱越远越好，还有风扇，被风扇打到打久了会断掉，会断掉，然后再来冷排热排会热。像如果是我啊，我会用束带尽量把它束在这样前端，这样，对，尽量离水箱跟冷凝器远一点。啊，这边哦，已经藏好了。没有，就把它夹在里面而已啊。你干嘛？看一下你的车是不是？哇，哦，车主满意的笑了。哇，笑了。蓝色的，跟我摩托车一样的。蓝的啊。酷吧？左边。如何？你车要不要装？阿拉伊啊，拿龟拿唱歌也拿扁的，颜色也扁的。是吗？声控的，很厉害。应该买一颗那个球装在上面就好。球，那个、啊、disco 的那个球。没关系，再买。后面多了，里面没电嘞。是发生什么事？关不起秀耶。关键是下来了。上面地上二十这个。哦吼，我吹掉啊嘛。吹掉。有没有？这样明显了吧？哦，就明显。哎 ，S。对。断了就不用断了就表示说它电不会过了啊，差都没多的，别喇叭了，别多。好了，喂。哦，现在是音乐了，我们在讲话，它就跟着讲话。现在有四只嘛，它两长两短嘛，啊，两只长的，假设你放，看你要放哪里嘛，有些要放这样嘛，啊，一般会朝下了，不会朝这里太亮，就要贴在这里啊。这个两个比较短的嘛，短的应该就装前面嘛，啊，左右嘛，左右不是它线要怎么找？有没有卡？有没有那样？绿色嘞？有没有卡？左右啊那样。阿呆呢？站起来，惊伊弄那个绿色的。没有嘞，阿呆现在在征女友，要不要帮他征一下？不用了，有人就喜欢他了。有人去追中医啊？不是。好，接着就是走线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看你让他长了，长好睡的话，我先塞着好了。就没有很对哇，换掉吧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上次人家问
不是问说这个要怎么去除？你就拉，啊反拉，不是这样拉哦。等一下，不是这样拉哦，这样会断，一直往回拉，摸得到。对啊，想起来了。这么简单。就按那的话。啊，往那边拉就会断。往那边会断哦，你这样拉会断。啊，真的呢。这样拉就会断，它有延长性嘛，也变等。长就好。对，哇 ，Q， 一直变等啊，哇，一直变等，一直变等，一直那个等于。有的给海王，真的长知识了没？好，不要黏哪里，那边这边嘞？对啊，这样还在吧？这样不错啊。哦，好啊，黏这里也可以啊，还可以藏在垫子下面，行啊，黏个魔鬼毡就可以黏上去了。哎，丢吼。水哦，就是解后处理嘛，水希望再盖，假设这样，哇，对啊，你可以调高低上下左右，换你那边。不要再去暗的所在啊！对啊，再暗的所在。看都是亮的，我们讲话它会闪来闪去的嘛。呼呼，哎，路阿伟，你刚刚就跟哎，这样子开车会不会很累？不会啊，真的是很炫。白光、蓝光、红色，哦，杀气，没有绿色，干错色。绿色你有啥暗号啊？暗号。对啊。还有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的、啊，黄的跟橙的是一样。黄的好无聊、啊，这是绿的。橙色嘛，看这是荧光绿，啊这是真正绿，真正的绿，啊这个呢，这也是蓝的、啊，很蓝，这个是冷光蓝，啊这个就比较配仪表板，对啊，好就这样，这个紫色哇，浪漫，要不要出力啊？哇塞，这个是这个模式最好玩，对啊，你还唱歌一点不？我这里啊，来哦。我是应该、欸，应该要叫阿呆上来一起坐才对啊。我不能当个仔，我那么比如灯有没有？对啊，他从内往外是没错的。对了、哦，花100多万才可以买到那种水流灯。我们阿呆买不用，10-20万就有了水流灯，还有里面的讲话还会随着我们的音调下去调整，物超所值。你这样开车会不会看到后面？这样开不会，你要侧一点就看到。不是要侧侧脸的，那、啊、你即使你在开是看不到，啊，不然就像你讲的要换，就再翻一下，翻低一点，休息嘛。对啊，天管也是。啊，你去载。我先载下呆啊，咱刚才去避开山顶，然后无介，咱两个去山顶个处理。管好烫。